那你觉得，如果我不嫁给赤水丰荣，应该嫁给谁？这是什么肉啊？这么香？驴肉。大荒内他做的驴肉若敢排第二，就无人敢排第一了。稀罕呐，几百年了，第一次看你带朋友来，还是女娃子，特意为你做的，尝尝。谢谢。前阵子又有两个兄弟走了，当年跟在大将军身边的几个旧人都走得差不多了。人固有一死，或早或晚而已。你说的对，说不定哪一日就轮到你我了。你看看你，女人在的时候你连走到人面前的勇气都没，现在人家跟着别的男人走了，你又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我走到他面前又能怎么样？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，姐，你说是不是？称呼啊，小姑娘。小姑娘，这防风被啊，跟这熬驴肉的老家伙一样，不是好货，跟着他没意思。不如考虑考虑我兄弟。我兄弟呢，就是一不小心让一个女人设计了，弄了个儿子出来。但是啊，这也不是不能原谅的大错，对吧？李荣成。想想啊，正因为他犯了这样的错误，那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绝不会再犯。这成婚以后你都省心。你说完了没有？没有。哎呦，小姑娘，我跟你说句老实话吧，这防风被的日子啊，那是有今夕没明朝，纵使犯了错的涂山璟，那也比防风被要强。我已经订婚了，未婚夫不是他，所以拜托你，麻烦你不要再不停地踩别人了。订婚跟谁？谁敢抢我兄弟女人？你把他名字告诉我，我这就去找他谈谈。他要是不退婚，我把他的腿打断。赤水丰荣，你去找他谈啊。风，你是丰荣的未婚妻？那，你就是浩陵王姬，是夕颜王的妹妹啊。你对他倒是挺客气的。他说的是实话呀，我本来就不是一个适合女人的男人，你不是也知道吗？你说为什么找一个同行的人会这么难？找一个人同行不难，找一个志趣相投、惺惺相待、能让旅途变得有意思的人同行很难。人真的会一辈子都忘不掉一个人吗？那要看是谁了。如果你说的这个人是涂山璟，我看很有可能。你是说他忘不掉我，还是我忘不掉他？随你理解。反正大荒内好男儿多的是。好男人是很多，但是
能真正把你放进心里的男人只怕不多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觉得我不应该嫁给赤水丰隆？我没什么意思，你问我，我就是如实回答我的看法。那你觉得如果我不嫁给赤水丰隆，应该嫁给谁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反正不管嫁给谁，这个人绝对不能有家室，也不能跟我哥哥作对。姐姐，你只能送你到此了，前面是你的世界。你在看什么呀？怎么都不理我？没什么，不过是一个红尘中偶然作伴的过客而已，终究不是一路可以同行的人。走吧，走。